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1月16号，星期二，是农历11月30。好，那么星期三呢，就是农历12月初一了，就是明天。希望大家多吃素，多念经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姐你好。你好。哎，麻烦你看一下2015年的属羊的那小男孩。2015年属羊的，嗯。对。想看什么讲吧。他心脏有没有灵性？到现在还不肯说话。2015年，两三岁吧，两岁多。嗯。哎呦！哇，他身上有一个灵性，是个大人。大的。有点像。太激动了。是什么样的灵性？有点像法师啊，过去的法师啊。他过去出过家，他在庙里害过人家。那小房子要多少张？他造了一个大口业，害了人家。比惨。嗯。是。这他的前世造的口业吗？是前世造的口业。800。我听不太清楚。860张小房子。860张。那个放生。放生1200条。1200条，我们那个好的。不要去，质量不好的小房子不要去请。好的。嗯。那麻烦你那个帮我看一下，那身上有没有那个流产的孩子？那个45年的兔。好，你这个人不行啊，不干净啊，还有啊，你还有灵性，我身上，赶快念吧，我自己呢？对呀、啊，我自己是什么？我身上有什么样的灵性？小孩子还在啊？我小孩子还有几个？我以前有那个做过试管婴儿。对呀、啊，很多。你现在小孩子只有两个了，两个。好的。好吧。那需不需要放生呢？要啊。那放生多少？放生800条鱼。好的。好了。慢慢放吧。你小房子要慢慢放。小房子要念59章。59章，好的。好好。那个就是念经啊，你业障，你自己的业障重嘛，所以孩子到你家里来也是给你业障了，明白了吗？好好念经了。我现在住的这个家里还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都有。那还需要多少张？你自己头痛你不知道的，经常头晕。头痛。啊。头晕。这段时间是感冒，那个前面有的跟你说了，就是灵性呀。你自己规定自己一天不要睡得太多。你最多7小时。最多7小时。有的人一睡多一个小时都会头痛的。我现在如果白天的那个陪孩子陪睡着了，就头很痛很痛的。对啊，因为孩子身上也有灵性，你自己也有灵性，好好念吧。好了。好的，感恩那台长，感恩那个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再见。谢谢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哎呀，师傅，终于打通，师傅有点怕了，好久没打通了。你
念好啊。啊，给师傅请啊。念好啊。师傅。啊。求你看一个，89年属蛇的女孩吧。89年属蛇的女孩啊。啊。89年属蛇的。嗯，想看什么奖吧？那个他吧，那天他做了一个梦着那个他前世那个是一个特工，可能说一个国民党的，碰到一个国民党军官，为了那个定两个女孩，他嫁给这个国民党军官了，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了10年，10年以后生了两个孩子。他走了，那个人特别难过，一直郁闷的死了。后来我们这个是我们送的100来张小房子，念了消灾和解决这种，念了好几个月，因为这个事过去了。后来他在今年的时候，他遇到他现在这个老公，刚跟他领了证，他这个梦又做过了，做过了以后这个89年女孩，他就念了6波的礼佛，要了100来张小房子。后来觉得两下子闹闹腾腾的，他又许愿了500遍礼佛，许愿了160张小房子还没念完。他想叫您看看是不是这个事是不是真的，需要多少小房子，多少礼佛能把这个事解决了。感恩师傅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9年属蛇的。嗯，哦，前世的是真的，嗯。师傅，那得多少？他得念多少礼佛？多少小房子？送多少条鱼？能把这个灾化掉啊？我看一下啊。感恩师傅。3000条鱼，嗯。哦。小房子念。720张。啊，师傅，包括我和他现在许愿的160张还没送完，送了不到60张。许愿包括在里边的。啊，好，礼佛需要念多少？礼佛也蛮厉害的，360遍。啊，他现在500遍吧，许愿了，念了200遍了，包不包括这500遍？包括这里边的，嗯。啊，行，那个念完了以后，他们之间能好是不是啊？对啊，过去嘛，骗来骗去啊，没办法的，前世的缘分，今世在消啊，听得懂吗？哦。他一定会被他先生经常责骂。或者有时候会对他很凶啦，很不喜欢他啦，因为就是前世这个缘分在，因为他前世可能做特工的时候一直欺骗他先生嘛，嗯。是的，是的，师傅，这个男的经常骗他了，或者经常说他了，哎、是的，是的，师傅。骗来骗去呀、啊，这个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、哦，有时候没有办法的，这前世的事情，到了今世你受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，但是你现在今世受报的人还算有智慧的，很多人要到死了才知道呢。明白了吗？感恩师傅，就是念完这些以后还要继续念，还是念完就不用念了，就解决了？念完之后，你经文一定要继续念，事情解决了，慢慢两个人会好起来了。但是问题呢，经文不能停，一停的话，说不定他又犯病了。明白了吗？哦，是的，感恩师傅、嗯。师傅、啊，那个他那个需要他那个什么，他们两个人那个能要孩子吗？我觉得，如果有能生孩子的话，生一个孩子可能会消掉他们很多的恶缘，嗯。哦，感恩师傅。孩子，师傅，这个89年属蛇的业障多少？女的。啊。28。
感恩师傅。嗯。还有什么这些以后怎么念？念完这些以后怎么念？以后就念大悲咒、心经、礼佛，还有解结咒，继续念。就是做功课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吧？对对对，然后自己储存点小房子，万一发病了，这个男的发病了，他就烧，听得懂吗？嗯，感恩师傅，听懂了，师傅。那个师傅，嗯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一个莲花可以吗？你讲吧，快一点。18135。18135。是我的，你是他。18135，18135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自己。嗯，在莲花在。感恩师傅，这个89年是说它是18108莲花有在吗？18108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嗯，也在。你叫他，okay， 你这个你这个18108这个小孩子，你叫他不要心中有恨念，恨念太重。哦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好的，师傅。他这个孩子人挺好，但是呢，被人家这个欺压过头了，他会放在心中的，嗯，不大好。哦，师傅，师傅，这个小孩，师傅，再问一下，这个小孩子他上有没有疗效，有没有药精子啊？有啊。好了，不能问了，好好念经去吧，不能太多了，给人家问问吧。好了。哦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不累了，感恩师傅，啊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再见。嗯，师傅再见啊。嗯，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前世的冤结啊，你要是不学佛，你哪辈子能懂啊？哎呀，为什么他欺负我啊？为什么老这么对我不好啊？为什么我对他这么赤胆忠心？为什么他要害我？这些前世前世的缘呐，没有因哪来果呀？对不对啊？你永远不种下西瓜的种子，怎么会长出西瓜出来啊？你自己种了苦瓜了，当然了，你就苦瓜就长出来了呀，种子就出来了呀。所以很多人不懂，哎，一辈子都不懂这些，很可怜啊，很可怜啊。真正要明白这些道理，你就不可怜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你请安。谢谢。嗯，师傅你好，请帮助一个男同修看一下图腾，问一下他的身体状况。他今年49岁，属于369劫。现在呢，他是身体到医院去检查又不是特别舒服。几年属什么的啦？68年属猴的。68年啊？对。不是不舒服啊，他身体非常不好啊。我看了他两个地方，一个腰啊，一个腰很不好，还有一个肝呢、啊。是的，师傅。嗯。他去检查一会儿，应该是有肿瘤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肝上有肿瘤啊。嗯。感谢师傅，师傅说的很对，他去检查确实出现问题了。看嘛，就看到了。嗯，我告诉你、啊，现在知道了。他又不相信，有什么用啊？不，他是应该是供修所的负责人，一直带着同修们在修行。男的女的啦、男的。供修所动邪念啦。哦。哎。功德嘛也有。嗯。漏嘛漏了也蛮厉害的，正好碰到他自己的劫，劫数到了。啊，然后呢，自己的这个肿瘤就出来了。现在我看看他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。好，感谢师傅。几年呢？68年属猴的。68年属猴。已经不好了。好，他是夫妻双修的。除非他许大愿的。嗯，好，师傅。他许大愿才会不看看菩萨能不能帮他消掉，而且呢，看看师傅来不来。嗯，好，师傅。好吧。好，感谢师傅。啊，你要叫他好
好好的忏悔，在学佛当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他可以不跟你讲，但是他必须跟菩萨讲。好的，师父。护法神现在都告诉我他的情况了。好，这是他对象，告诉我要给他打普通电话的。对啊。是夫妻双修的。告诉你的，很麻烦的。嗯，对。就是有漏啊，对象了，对象了，谁叫他跑到佛堂里来对的？对象，好好学佛了，要许大愿了。好。吃全素了没有啊？他说。吃全素，他夫妻双修都吃全素。夫妻双修了，夫妻双修没有清修啊。嗯。还要我讲啊？嗯嗯。你去问问他对象们就知道了，整天卿卿我我的。嗯嗯。开什么玩笑啊？他跟你说的漏得厉害着呢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护法神在边上眼睛瞪着。我问问他看，我问问护法神看有。行，我会告诉他的师傅，感谢师傅。他需要念诵小房子多少张？520张。放生多少，师傅？8000条。好，感谢师傅。你叫他好好自为之啊。好。我跟你说啊。8个月到一年当中，如果看给他一个那个机会，嗯，他如果再不好好的改的话，他非但自己对象了，他对跟人家那个眼睛啊，都去对呀、啊嗯，对的来，功德都没了。他夫妻两个最近开了一个素食店。好了，开始了，我告诉你，开了一个素食店嘛。肯定的呀，男人一有钱嘛，这不脸就麻烦了，听得懂不啦？嗯嗯。开始嘛，要么就是财，要么就色，一个人生嘛就是这两个呀，所以你这两个控制不好，你一辈子都成不了菩萨的。嗯。听不懂啊？好的，温饱思淫欲啊，有钱了就开始要动坏脑筋了。好，感谢师傅、嗯。师傅，请大给看一个1944年属猴的女的，看一下她的身体状况。身体上没什么大问题，过去妇科很不好，现在明显好转。嗯、她下个礼这个礼拜吧，周末可能要动一下背内脏的一个手术。我看看啊，你最好告诉我哪里，我帮你看到里边去，你不要再叫我全部从头到底再看了，哪有时间呢、他的眼睛左眼睛不好，你告我告诉你，你叫他当心嘛。嗯，他的眼睛主要是流泪，嗯，然后呢酸痛，然后呢、嗯、视网膜看不清楚。对对，师傅说的很对啊，眼底有点视网膜不好，没关系的，嗯，通过手术就会好了，叫他动手术的时候要许个愿，念1008遍的那个这个大悲咒。好的，师傅，叫他念1008遍，念完之后菩萨保佑他把他眼睛后面的眼角膜稍微修补一下就好了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嗯，不要紧张，他看得见的，他就是太节约呀、啊。节约的嘞，真的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用的，然后嘛自己嘛又是真的脑子嘛经常会想不通，听得懂吗？对对，师傅说的很对啊，他想不通呀，想不通就是自己碰到的人生的一些难题啊，他老觉得你叫他懂因果，你哪会想不通啊？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因，什么叫果，就想通了呀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好了，感谢师傅慈悲，感谢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师傅，感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你好。
啊，师傅们，你帮我看一下1969年的属鸡的。1969年属鸡的是吧？啊，我有一个冤结，就是跟你属猴的女的有一个冤结，请师傅慈悲看一下，感恩师傅慈悲。你是属鸡的，他是属猴的。我是属鸡的，他是属猴子的啊。冤结，这个冤结你有问题啊！我告诉你，不是一般冤结啊。啊。啊，很厉害的，他盯了很长时间了。对，这个冤结特别长时间了。啊，消不掉，现在消不掉。对。啊，要打官司的，这个要打官司的，听不懂啊。我现在就是不想打官司，请菩萨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那个事情开始的时候是你不好，你听得懂不啦？我明白，对不起师傅。你明白了，你明白了。错了，就是原来特别无名，做了很多错事。很多错事，照下去的因啊，果就会出来了，听不懂啊？对对对不起，错了。你自己跟菩萨好好忏悔吧。忏悔之后，你大概3月份的时候找个人，去打个招呼，看看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，就是说找个人，可能要赔点钱，听不懂啊？我梦，他欠了我很多钱，然后梦里他就给我就是80%，就前两天刚做的梦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记住了。很麻烦的，你这个冤结是也是结得蛮深的，你听得懂吧？这个女人嘛，讲老实话，也不是太好的女人，听不懂啊？啊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再碰上你们又是很厉害，好了，两个人混在一起好了，听不懂啊？开什么要好的不得了？现在嘛，怎么吵得来这个烂样？听不懂啊？好好念经啊！现在念姐姐咒啊，要许愿呐、啊。像你这种姐姐咒要许愿，大概要念一万遍呢、啊。可以，好的。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师傅，帮我看一下，我那个是要把他的孩子找掉吗？几年属什么的？69年属鸡的。走掉了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个师傅帮我看一下，1947年属虎的女的，属猪的，身上有没有打胎的孩子？她的腿不好。哇，有啊有啊。哦，我觉得随便问她也念小。我告诉你啊。他腿啊，我告诉你，他的腿啊，就走路已经开始瘸了一样了。对对。啊，我都看到他了，什么突然间了？而且他过去是天上王母娘娘边上的。对，他是正月十五的星期。看见了吗？那就不好修，特别上火。就是不好好修。对对，就是无名，就是。嘴巴还造口业，听不懂啊？对对对对，反正腿上厉害，对。厉害。现在叫他脚厉害厉害吧。对对，他是的。听得懂吗？感恩你，感恩你。好了。他不跟进，对，感恩你师傅。再看一下那个，有一个师兄，93年属猴的，他家里有没有灵性？他现在住的房子非常有问题。93年属什么的？93年属什么？93年属猴的，感恩师傅。93年的猴。半年的好，有灵性。有灵性啊！需要多少小房子？进门到底的右面上面。进门到底的右边上面啊。有一个阁楼一样的东西。有一个阁楼一样的东西啊。嗯，在那个地方呢。哦。教他念经，大概要念32章。32章，好的好的，好吧。感恩师傅慈悲，感恩师傅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自己一定要天天念经，要乖一点的，你们不乖不行的。好了，再见了，感恩师傅，非常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最后再加一个吧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，请讲。
师傅你好。赶快讲了快一点，给你加出来的。我是1992年属猴的。92年属猴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想看身上有没有要盯的。92年属猴的。今天已经问了第四个猴了，都是属猴的。好、身上有药精者，在腰上。哦，师傅之前啊、给你看过，说身上有三个灵性，现在剩几个呢？两个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把他们两个分开念。好。一个48张，还有一个29张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想看一下我来人间的使命。你几几年属什么啊？92年属猴子。你还使命呢？使命呢？你怎么知道你天上下来的？还来人间使命？我不要发神经就好了。你自己做梦做到过自己的命运不啦？看见过自己在天上的情景不啦？我忘了。你忘了？你忘了？阿修罗，我的梦境不是很好。阿修罗下来的，为了、阿修罗为了一段感情下来的，完蛋了。知道吗就好了。好。人间有一段感情会让你很伤心的，听不懂啊？哇，哦。知道吗就好了。师傅想看一下家里有要金德吗？几几年属什么？92年猴子。二年猴子，哎呦，你家里的进门，你家里的进门的左面呢、你贴了个什么画？左边。啊，有没有画？贴个画或者有一个什么动物的东西啊？我回去找找看，我忘了。看有个像左边，有个像动物一样的东西，赶快把它拿掉。念个3张小房子，3张，好，好了，没问题的，师傅，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关心，菩萨，再见，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